红啊，千千万万，当然最火的现在其实都是宠物啊，各种宠物，小狗、小猫，还有小鸟啊，当然就是鹦鹉是吧？哎，这一位呢，就是在国外的社交网站上比较红的一个专门训鹦鹉的女网红啊，你看她穿的衣服也是红色的，是吧？非常有名，她很漂亮，但是呢，核心的东西并不是说，她自己怎么养，而是她的宠物们，她养的有小狗，小狗也是网红，养的还有这个鹦鹉，鹦鹉也是网红，所以当她的小狗和鹦鹉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又产生了化学反应了。这只可爱的小鹦鹉居然会说 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顿时融化了多少颗心呢？ I love you。 Yeah, tell the puppy you love him. I love you.